嘿呦，欢迎来到学道之二年级笔顺系列。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们会学习关于二年级华文课本里面的第四单元第二章吃年糕的生字笔顺，那就是这一篇咯。好，那我们今天会学到的生字呢，有春、香、拜、定、希望、高、夜、不、易、思、够以及斗。那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呢，记得订阅我们以示支持，以及打开你的小铃铛，以守住更多的学习影片。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Let's go。春，横，横，横，撇，捺，竖，横折，横，横。春，春的部首是日字旁。香，撇折，撇折，撇。香，香的部首是折部或者是乙部。那么在华文课本呢，是用折部来当部首的。拜，撇，横，横，撇，横。横，横，横，竖。拜，拜的部首是手字旁。定，点，点，横钩，横，竖，横，撇，捺。定，定的部首是宝盖耳。西，撇，点，横，撇，竖，横折钩，竖。西，西的部首是金字底。望，点，横，竖提，撇，横折钩，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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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横。望，望的部首是王字底。高，点，撇，横，竖，撇，点，点，撇，横，横，竖，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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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的部首是米字旁。叶，竖，竖，点，撇，横，叶，叶的部首是横部或者一部。部，竖，横，竖，横，竖，撇，撇，部的部首是指字头。意，点，横，点，撇，横，竖，横折，横，横，点，斜钩，点，点。意，意的部首是心字底。思，竖，横折，横，竖，横，点，斜钩，点，点。思，思的部首是心字底。钩，撇，横折钩，竖，横折，横，撇，横撇，点，撇，横撇，点。钩，钩的部首是西字旁。斗，横，竖，横折，横，点，撇，横，点，横折折撇。捺，斗，斗的部首是走之儿。好啦，那以下这些字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华文活动本以及我们的笔顺作业的习写里面。那以上就是有关二年级单元四第二章的生字笔顺。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
如果这影片成功让你学习的话，不妨也分享给你的朋友，好让大家一起学到。好了，我们下个影片见，拜。